啊、哦！当我说倒数，一起三二一，三二一哦，来啦，来，我们要准备看光雕的倒数计时，三二一，请启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周晨。那我在《家有喜事》饰演的是，我们是三兄弟，我是大哥吴子良。你们是三兄弟啊？对，我们是三兄弟。你是大哥啊？对，你看起来最年轻哎。保养的很，别这么说，不是他保养的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边有一个，实际上是你是吧？对。但其实我们三个人的设定年纪是差不多的，哦，就是前后一两个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老二哥是谁？来换二哥。二哥是我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孝安，我是家有喜事的五家第二儿子。OK， 二儿子。哦，好，那老三。老三是我，大家好，我叫刘玉仁。玉仁，玉仁好，好的。对，哎，真的跟小韩有一点神似，对，那个五官有一点。陈恩呐，然后还有孝安哥，他们都是人夫了。哎。欸、如果在戏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亲密一些哇，老婆有没有吃醋？哎，搞不好会不会？会吗？会不会？还好哎哎，而且我儿子也很想要看，超期待哦！他一直在想说哦，那什么时候上啊？是，对对对，我就会跟他讲哦，十四号，马上就会来。儿子现在多大了？6岁，6岁就会讲场面话，真的是天才，天才儿童。好想看爸爸的作品哟，那我要买玩具，类似这样。不过这个戏呢，除了演员阵容坚强之外，还有什么亮点要跟大家报告？来把握这个机会，谁有没有宣传一下？杨琴还是？还有一个亮点啊，我们的主题曲是《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》。对，哎，这个主题曲是我跟陈慧萱老师唱的。还有就在现场教歌。TVBS 一直在播那个背后的声音呢，你刚刚已经唱，你已经会唱了。对，我只会这一句而已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，请大家锁定哦，12月14号，希望你们那个新戏收视率很高，然后我们歌也会大受欢迎，然后我们再来录一个演员版的。我们把大家揪来，你可以唱歌吗？你可以唱吗？可以。那你来一句，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哇！玉人，玉人来。好硬哦！预备。陪我一起吗？预备起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哇，太好！我一定要跟你合唱，因为会显得我非常好。非常谢谢。好，再次请大家锁定 TVBS 年度大戏八点档，《家有喜事》啊！当我说倒数，一起三二一，三二一哦！来啦，来，我们要准备看光雕的倒数计时，三二一，请启动。我还以为你是蔡明佑嘞。为什么？好想知道。我太太怀孕就是在圣诞节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不要讲那么直接啦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最近 TVBS 有一个年度大戏，超厉害的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也是喜事类。我们看一下，家有喜事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突击演员群们。对。那我们先彼此加油一下，加油打气啊！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来，坐。在聊天，瞎聊，围炉生活。今天适合，今天天气很适合，好不好？对。对啊。应该来这边吃一个火锅这样。我现在想吃姜母鸭，应该吃姜母鸭之类的。好啊，帮你收工吃姜母鸭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不敢，明天太早了。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剧中的简单的角色？就是我是牛肉面店的老板娘。哦。对。本身会煮牛肉面吗？哦，本身蛮喜欢下厨。所以牛肉面也难不到我。是哪一种牛肉面？那种真的摊贩的吗？文青，比较文青，文青的。对，对啊，我都不想吃。我才以为你是蔡明佑嘞。为什么？好想知道。是因为他刚口罩戴到这边的时候，我有。圣诞节这个我就真的分享一个只有你们才有的新闻。我太太怀孕就是在圣诞节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不要讲那么直接啦，真的。那时候我正在拍别的戏嘛，所以就很少有时间能好好相处。那一天圣诞节是特别跟剧组请了假，因为我觉得要陪家人，就是那一天，然后就是小孩诞生这样，算是温暖的吧。是久久一次。我是想要把它导向一个感恩的心，结果你们还是要这样。我们 TVBS 第42台最新八点档《家有喜事》即将要播出了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钟，在 TVBS 42频道一定要看哦，耶、yeah。